我今日前来，主要是为了告知大家，近日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新闻，都是无稽之谈。我坚信我夫人的为人，她绝不会给我，给整个影军，在名誉上造成一丝一毫的损伤。我们从军打仗，就是为了保家卫国。如果我们不能…… 毫无保留地相信家人，不能在人言可畏中和他们共同站在一起，那我们打这些胜仗又有何用？对于那些诽谤我夫人清白之人，我萧北辰定会追查到底，严惩不贷。 一个人屋里待着，会不会太无聊啊？不会，平时啊，我也没机会看你在军中的样子。怎么样，我今儿威风了？军嫂，今天替我在军中赚足了军威，给你个小奖励。什么呀？ 你最爱吃的桂花糖，谢谢。我帮你打开。喏。